大家呢先到这边，那我稍微问一下，请问同学，你对我们今天分享的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对不对？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到我们，我刚刚有讲的，就是我们那个讲义的中间那里有我们这一次研习的专属的这个网站啊，协作平台，那你可以到那边再去找找我们相关资料。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欢迎你，我上面有我们联络方式，因为我上课都有提供售后服务。啊，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哎有问题，搞不好你的问题可能就是以后我的问题，那我也很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各位同学，你要记得先退哈，然后你们先退的地点呢，等下从这边出口呢，右转这个楼梯间哈，有一个有两个台子，然后前面这个台子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公院跟电视学院，后面呢就是从中医馆过来的文院跟管院哈，麻烦大家先退之后再离开，谢谢。那这部分就当好奇说吧。哎，我没想到这一台今天有出状况。